一头橘色公主切造型，吉普星经过 Andy 老师的巧手挑战了想尝试很久的发型。吉普星先前上九面节目《九十妖对决》，与反骨男孩旗下新人双胞胎璇姐陈美测试评价与奢华剪发的差异，没想到竟引发6300元的高级剪发争议。而 Andy 老师在节目中承诺帮吉普星免费剪发，如今兑现，新造型一试出大获粉丝好评。你下次来，我免费帮你剪一次。这么好，真的。太爽了吧！我说真的。吉普星放上新造型照片，并满意的写下：“老师不仅免费剪发，还送护染。”完成后，我以为我是要发一批跑宣传期的艺人，没错，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事情，自己喜欢是最重要的。勇于尝试，会发现更多不同可能的自己。文章底下满满赞美，大家纷纷称赞好好看。这发型以后改名为普星切，也有人询问要不要直接当你的女团经纪人。这造型意外的很适合普星，也帮 Andy 老师选持一波。除了普星外，九妹也一同去剪发，并预告。影片会在普星的频道上架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其造型的完整内容啦。完成了，中梦节目导，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10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，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。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